是，那么你所谓的文化可能是包括民间传统啊、语言习俗、民乐、舞蹈、戏曲、说唱、舞蹈、礼仪、游戏、手工艺、技艺、建筑技术等等。那么一人就是因形象技术而存在，大多数博物传统管理的方式而重在建的收根宅。以后呢，博物馆界那么又推这个形象传播的一种新，尽量吸引观众入场。那其实我如果想要推动博物馆的文化，就需要借用企业界的一些手段管理的方法，那么在生活中去培植国民对文化艺术科学知识的兴趣，将眼光扩大到全球的文化性的活动呢，走进社区，走出博物馆大门将馆的研究、调查、采集、记录、整理等等的工作呢，都扩